今天我们加工一只松麻的手镯，然后呢是一关啊，然后呢一个是那个纸醉金迷的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准备给它称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称一下啊。46.39啊。他不想低于原有的克重，因为这个会有边角料多出来，所以说他在我们家提前添了一点筋啊，不想低于原有克重啊。它这个筋有点脏啊，发现有点成沙，气候杂质啊。开始做，接下来我们给它敲敲圆哦。现在把口子给它剪齐啊，我们等会圆筋焊接啊，圆筋圆焊。这个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剪成一小小一块啊，等会拿来焊接啊，这就是圆筋原料啊，我们等会拿来圆筋圆焊啊，圆筋焊接。
开始焊接啊，用这个原料焊接啊。现在我们焊另外一边啊，依然也是圆钉焊接啊。这个焊接口我们稍打磨一下，这个损耗是算我们的啊，顾客是零损耗啊。像这种损耗的话，我们是可以二次回收利用，然后呢，损耗下来的金粉我们到时候会卖给工厂啊，我们只赚工钱啊，只赚工钱。这个手镯我们做好了，我们现在给它对下克重啊，52.18。52.18克啊，一关啊，然后这个一组最精密的麻花手镯，纯手工做的啊，它的圈围的话是53啊，53，这是纯手工做的啊，做的是古法的工艺啊，然后呢是一个是关的，一个是纸醉金迷啊，然后把它缠绕在一起啊，这个做的是松麻的款式啊。它这个是缠绕的不那么紧啊，这个款式比较百搭啊，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搭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散热效果，这个款式很漂亮啊，拿不动手，纯手工做的，这个工法手镯也是我们家做的啊。然后他还做了一个莫比乌斯，然后今天又做了这个松麻的一关啊，纸醉金迷的手镯，没有任何的焊料，也没有任何的焊疤啊，纯手工做的，不添加任何东西啊，损耗我们承担啊，我们只赚工钱。